天哪！爷爷，爷爷，爷，我是根本没有，因为我的船可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了，那没事，你坐着歇会儿，歇会儿，不急不急。哎呀，坐在上面来，坐在上面，不要坐在地上。我的手丢了。没丢，在学校里怎么会丢呢？老师不都在这吗？我找不到他们了，他们就找到了有死的东西。要不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？能告诉我这个在什么地方吧？这是我的秘密。我放子找还是找不到？找不到啊，没事，不急不急，没事。不要着急啊，休息一下。我已经输掉了，本来。什么输？谁说你输了？他们都没找全呢。有些人找到了很多样，没有，我才找到两样。那所以你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跟你这样，你先休息一下，你不累了之后你就起来，你再继续找，好不好？体育馆还有一个地方，我都忘记了。忘记了。医务室是一个。对，医务室一个。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那个什么升旗杆也去过了哈。升旗杆没去过。那你去升旗杆再看看，抱着去吧。这里升旗杆我没看到旗呀、啊。放手上升旗杆。哎。